6月7日晚，岳云鹏老婆通过微博晒和岳云鹏合影，并称吃饱了，运动运动。照片中，岳云鹏老婆穿着条纹上衣，一脸素颜，露出甜美的笑容，十分的漂亮。岳云鹏骑着自行车在身后成功抢镜，两人夫妻相十足。稍后岳云鹏转发此微博并秀恩爱，称广场舞等你。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好般配的一对，嫂子真好看。也有网友调侃道，媳妇儿好看，你很风骚，越是广场舞能看不？